数，你的没数，你换他他应你吗？就是我的没数，你的没数。你们干嘛？给我打！滚！好，砍桥！让你多管闲事，撤你的烂竹片去吧。过来，等我一下。扫兴！走，我们去那边玩去。不许折枝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哼，这你莫管，不许别人折，自己倒折起来了。师父说，花入豪威，刻进神庙，方能运刀如运笔。我画这梅花，看不真才想折。看不真，套得这样紧，还看不着吗？你可真不吃下。你还说，你这一脚又画不成了。梅花有这么难画吗？讲究可多了，你看，这叫老人心，这叫孩儿面。不是老就是小，竟没有一个形容少爱美人的吗？这，我看看啊。哎，有了，看我起一个。喂，你干嘛？我的美，记住了，这叫美人指。什么美人指？就是五个红点，如此随便，梅花的清芬意趣都没了。那熊掌龟足就有清芬意趣了？那是自然，文人雅士代代传颂，岂能有错？切，你懂什么？师傅，这是跟谁生气呢？头上又是怎么弄的？徒儿生气，就是为他。哦，这是纸画吧？啊。为师当初教你运刀如运笔，但无论刀笔，最终用的还是你的五指啊。这是为师在潇湘万竿竹海中选出的一枚香妃竹材，
跟了我大半辈子，时时摸索，直到如今仍是无从走刀。今日我将他托付于你，你必寻得世间至美之物，方能刻于其上。切莫以庸俗玩物亵渎于他，切记，切记。徒儿谨记。这话有心了。梅娘，梅娘，梅娘，来，快放下。西湖、杭州，那美的真是。来，我给你看。好。看，这是柳浪闻莺。过了苏堤，便是花港观鱼。看那边，哪儿？这里叫曲院风荷。来，我给你折一折。过了这桥洞，便是断桥残雪。这是雷锋夕照。先喝杯水吧。对，西湖美如许，何不刻在它上面？这可不成。西湖虽美，但也不过是人工雕饰，离师父说的至美可差得远呢。那如何才算至美？至美就是，疼！好喝吗？哪儿好？热得好。哼，这是我闻听你回来，一早接了梅花上卧雪烹的茶。罢了，喝你的热水吧。对了，提到梅花，临返前一日，我特意去了孤山赏了梅花呢。快讲讲。那是一大片梅林，一时全开了，红的、紫的、白的，连成一片，真是美过天际云霞。哦，我从早到晚只顾贪看，险些误了回程的船。与这束梅花比，如何？那岂能相比？这只有一株，那可是千树万树呢。阅尽豪华千万树，愿君寄取此一枝。梅娘，梅娘，师父。师父，你的病稍微痊愈，早点回吧。梅娘，你怎会来此？听说你明日便要远行了。是。何时回来？待寻到那世间至美，我便回来。
那你行前好不好刻一个我？刻你？你刻过那么多山水花草，怎的就不能刻一次我？又不让你刻在香妃竹上。梅娘，你若懂我，便不会提这般要求。我是竹人，不是竹匠，唯有林泉幽涧，隐逸高士，梅兰竹菊，这些清雅高致之物，才堪入客。梅兰竹菊，至于侍女之类，虽不为不美，但终属浮艳。原来早知如此，我还不如一别珍重。令郎的病，二位已尽父母之心，老夫也尽力了。大夫，啊，告辞。您看看还有什么？二位留步吧。大夫。
真美。看看，儿啊，你把爹娘担心死了。